现在有四个老人，然后爸爸妈妈，然后现在下一代只允许有一个孩子，那这样子的话，肯定所有的关注点都在这一个宝贝的身上。您隔代人肯定是要疼隔代人的。要摄像一个劲儿的乱动，油上了。哎呀，来劲儿呢。哎，再见，再见。出生前他比他多多少？多五斤八两，一个是。现在的孕产妇呢，她掌握的知识也都是非常全面的。有的时候你医生不会提高，都会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你的医院的条件设备不能达到呢，也都满足不了这样的人的一些需求。所以呢，现在他们的要求呢，就促进了医疗的发展，也促进了我们医生的技术的提高和服务质量的提高。别人是两个人一起努力，我现在只能自己一个人努力。别人家娶三四个孩子一起努力赡养父母，但是我只能自己一个人努力。反正尽力做到最好吧。水平和低增长率的阶段，为了避免计划生育负面影响的进一步扩大，我们认为现在已经可以对我国现行人口政策进行重新设计和逐步调整完善的时候了。